起来，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他们的作品，名字叫做《简爱》。有请。谢谢啊。这人的运气要来了呀，城墙都挡不住。我刚才捎带手帮人家抬了个病号，人给了50块钱，这50块钱这不白捡的似的吗？哪有哪有白捡的呀？这是我的。你的？你叫他答应吗？啊，他答应吗？不是，他真是我的。刚才我在什么叫你的呀？这是我的钱，我拿着他急三火四的去买水果，结果给丢了。嘿，碰巧你给捡到了，谢谢啊，这是我的钱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？不是讲理啊，我跟你这种人我用得着讲理吗？我撒手，赶紧从我眼前消失。不是我、哎、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是吧？不走我正当防卫了啊。你干啥？你干嘛？我不要了。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你说这都什么人呢？啊，算了，就当那50块钱没挣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干嘛？哎呦，干嘛？哎，我没撞坏了您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您这可吓死我了！您老怎么自己溜达下来了？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心里啊，有点难心的事儿。没事，玩去吧，玩去吧。哎，大妈，哎，不是您有什么难心的事儿，您跟我说说，看我能不能帮帮您。真的？啊，你能帮我？大妈，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不遇到点难心的事儿啊？咱碰见了能帮咱就帮一把。哎呀，小伙子，听你说这话你就是个好人。你等着，大娘给你看样东西啊。你看这是啥？镯子。好看不好看？300块钱卖你了。啊，这真的假的呀？哎呀，绝对是真的，大娘可不是骗子啊，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，花300块钱。花300块钱，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要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布丁吃布丁喝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，这东西我跟你说，不是大妈，这怎么说也是您姑娘的一点心意呀、啊，您老应该把它收好了，怎么还拿出来卖呢？不是，小伙子，你看大娘在这楼上住院呢，急等着用钱，你说你就买了吧，你买了这个绝对有用，你呀、啊、送给你媳妇儿，送给你对象，他们一看一准高兴。大妈，我还没对象呢。哎呦，那就更应该买了。以后你要是遇到个好闺女，你就把这玩意儿这么一献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啊，最能得到姑娘的芳心啦。真的呀？真的。那不是大妈，我小伙子，大娘求你了，这件事儿吧，我不敢让我闺女知道。嗯。再说了。刚才你都说你能帮我了，这咋这要不大娘给你鞠躬了。哎哎，大娘别，您老这不是折我寿吗？您别着急，我要了行不行？哎，300块钱，谢谢。300块钱给您、哎、您拿好了啊。哎，小伙子你放心吧，保证是真的，你要不信得过呀，找个地方验验，问他值不值300啊。大妈，我相信啊，您老该去买药去，咱们治病要紧啊。哎，再见大妈。这孩子也太善了。300。妈，哎，嘿，你咋下来了呀？你看看，妈溜达溜达。我有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美滋儿的，有好事儿了？我可不告诉你。你说说啊。我不说，说。哎，行，别扯破我了，行了。妈跟你说，你给妈买那个镯子，妈让你退喽，你说商店不给退。今天啊，妈自个儿退完了。是，你给退了？不是送你的，你干嘛退了呀？妈干嘛不退呀？压根儿我就不喜欢那玩意儿。你咋退的呀？这不刚才看到一个小伙子
我就把这镯子给他这么一看，哎，你是不是300块钱买的？哎，我就300块钱卖给他了，你看这不就是退了吗？是吧？哎呀，妈，赔了赔了，那何止300呀？那多钱呢？5-6千呐！啥？什么？五？你个死丫头，你咋不跟妈早说实话呀？啊，说实话了，你还能要吗？那你说现在这事儿咋办呢？妈又没说你就傻，你说人凭啥买你的镯子呀？你指定是碰上眼尖的了，这是实货。你说妈又受骗了？可不咋的。哎呀妈呀，这可咋整啊？啊，妈，你别着急，那人往哪边走了？那个人，他不是，他好像是往那边走的。他长啥样？他长得，反正像个葫芦。妈，你等着啊，你别动，我追他去。哎呦，你瞧今天的事儿，让我给办的。大妈！哎呀，小伙子，我的镯子！我就是为您这镯子事跑回来的。我刚才路过一珠宝行，我拿去给人看了一下，人说您这镯子哪是300，最少值3000。可不是咋的，闺女说300，那是骗我的。我怕您老着急，就赶紧给您送回来了。大妈，哎，您赶紧把这镯子收好了。我跟您说啊，这个地方那可不安全呢。刚才我让一女流氓抢了50块钱，您说您这么好的镯子，要让他看见，肯定给您抢了。我走了，大妈。哎，小伙子，回来，你这300块钱，还你。哎，大妈呀，您不是急着用钱吗？这钱您先拿着用。别说了，小伙子，大娘不缺钱。刚才怕你不买，我骗你，这是你的钱，你拿好。大妈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，就300块钱。不行，小伙子，您拿着。你做好事，我也不能要这钱。大妈，您一定拿着这钱。小伙子，这钱给我松开！你个死胖子！妈，是他吗？我就是他。你怎么打人呀、啊？你怎么打你？我的妈呀！大妈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这女流氓，您赶紧跑，我掩护。哎，我不是打老太太有什么本事？有本事打胖子，来啊！哎，小伙子，别打了，都误会了，她就是我闺女啊！别打。你瞅瞅，她是你闺女。是，你是他妈，团伙啊！啥团伙啊？她真是我闺女。不是大妈呀，那我得说你两句了。您说您这闺女啊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啊？非干这抢劫的勾当？我干什么抢劫呢？我？你干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刚才不是你抢了我50块钱？那50块钱明明是我的，我急三火四的拿它去买水果，结果丢了，碰巧你给捡到了，你想据为己有？咱俩谁流氓？怎么着？大妈，您听听，您这姑娘多会狡辩啊！你，我跟您说，大妈，你真得好好教育教育她。他今天能抢我50，明天就能抢人100。啊！您那镯子，大串是他抢来的。什么？姑爷，不是妈，你们别听他瞎胡说。我能去抢吗？你这，哎，不是你说我这镯子是抢的是吧？抢的能有发票吗？啊？抢的能有发票吗？我6贵福买的，正儿八百的发票在这呢，你看看。50块钱，那个50是你的。这
家谢五十，我的。你可丢死人了你呀、啊、闺女，快给人赔礼道歉去，快去，你快点去呀、啊、这小伙子特意赶回来给妈送这个镯子，你还打人，你快给我道歉去。就这儿吧，就这儿，不好意思。大哥，嗯，对不住啊。大妹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以后遇事别冲动，一定要冷静，冲动是魔鬼。你说你这一冲动，我这脸我都给打肿了，不打也那么肿。行了，大妈，真是一场误会，也解释清楚了，我回去了。哎，小伙子，别走，跟大妈上楼上坐会儿啊。不去了，大妈。哎呀，坐会儿嘛。真的不去了。小伙子，你听我说，我这闺女啊，到现在还没对象呢。啊？那我还是坐会儿吧。走啊，小子，走，快走，走啊，你快点走啊。